高的一毛九分。就是我想说一件事，就是发红包要是还赢不了我的话，真是啊，我忍住不笑啊，真是。没事，你笑没事。我指定不笑啊，我指定就不笑。没事，我给你笑的时候我都给你特写。哎呀。嗯，谢谢大家啊！你看，这回笑啥呀？看着来吧，咱俩开始拉票吧。就是啊，来来，那来吧。这发红包还没超过我呢，是吧？欢迎福林哥啊！该那啥了？你唱个歌啊，老姨要唱歌吗？还是拉票啊？来来来，拉票！我来来吧，别控制了。然后清风哥，刚才对面那些要打我了啊，人呢？一毛打吗？走一走啊！这都发了，一毛一毛点，这都发了红包了，还没打过人家呢，要没血条了，回家谢谢啊！大家一毛一毛啊，有一毛刷一毛，有一块刷十个啊，只要这个小红色玫瑰啊，大家都帮忙上一上了啊！不要为我把那个医生哥改成那个这个红色玫瑰啊，红玫瑰，谢谢狂生哥，谢谢医生有你哥啊，谢谢龙哥，谢谢偏离的轨道，谢谢，就一点一点往上一上啊，一半了，快一点，来的快点，我着急，谢谢逆流而上，一点就出英文呢，咋回事啊？哪个一点就出英文什么情况？改完了，谢谢我家杀手，谢谢多多，一个都可以的呀啊！号里没充过外币的啊，都可以点，一个了，十个的，什么来都66了，光了啊，一半了，赢一半了，欢迎吴星哥，170几秒了，感谢唯一兄弟们，我们一个不要走啊！谢谢辉哥，蓝天龙哥，我们浪我最爱的人，谢谢辉哥，太慢了，我这打快点，快点，始终就是一半呢。啊，感谢点哥，谢谢啊，谢辉哥，感谢，谢谢龙爷，谢辉哥，感谢如梦哥，谢谢寻哥，谢辉哥，感谢点哥，一半，咱使点劲啊，点快点，来，兄弟姐妹们，剩130几秒，来，妞妞来吧，谢杰，这个云嫩哥，好嘞。来吧，你来。来，感谢我们的唯一哥，也不行啊，这我一直等你们也太慢了，哎，太慢了，真的是。谢谢四哥，感谢我们的妍妍啊，谢四哥，感谢。来，咱们家兄弟们有一毛的送一毛啊，咱们就一个的点一点，估计这把就可以赢倒对面了。哎呀，停留哥，咱又刷66了，那对面啥时候能追上啊？谢辉哥，谢谢老大哥，又刷66，小任性哥能追上啊？咱就一个点一点就行了，等他们一会儿。谢谢梦哥，谢梦哥啊！感谢组啊，一个点一点啊！谢谢如梦哥，谢老男人哥，谢谢小浩蓝珂哥，谢谢如月，一个个都点点，兄弟们来了，来。八戒，小天嘟嘟，你想有你。说你他妈在这嘎达不作死就不会死。谢谢老男人哥，感谢。呀，那老男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再刷一组66，你是啊？我给你打。谢谢如梦哥，东南西北都不知道。谢谢如梦哥，你再饶一个。啊，30几秒了，吓住了，剩100，吓完了。放信号给昨天，谢昨天哥。哎，那个巨头，你还敢动手？哎，那个巨头，你再动手，我打你了。谢信号哥，那巨头，你能老实点？20几秒了，消停的。20几秒，谢谢信号哥。哎、还有11秒了，感谢我停留哥。哎，那六那个啥就。六五四，那个我写了，我写了啥了？完了，最后一秒，完了，送逼到雷劈吗？这是谢谢
记好哥。这把啊、哦，我是让停了停了停了，真的。那你知道，只是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我只是想跟我老姨再来个第三把，如果这把我再赢了，就没有机会了，对不对？我单纯的是让着你，我就是想再跟你多玩一把而已。就是。我知道咱俩都心有灵犀了，可不是我刘花牛没有这个赢你的实力，是我让你的。什么玩意儿？啥？我让你的，不是前面的。你什么？刘花牛？刘花强的妹妹，刘花牛。引起愤怒了，我已经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下把、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下把我可绝对不会。下把我可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了，决胜局了已经到啊！最后的决胜局了啊！外面打雷了，来咱们家的兄弟们，你们刚刚为我怒冲那个十个亿的 YB， 下把就不要留了啊，就直接都刷出来就好了，是吧？直接就都刷出来就完了，咱也不用留了。小爱在不在？小爱在不在？中国没嘻哈，锦川哥啊、哦，谢谢俊浩哥，感谢感谢啊！刚才我家人就有一个人说，那我怒充十块钱吧。你们家还满屏都是，我那个充个十块钱，我家就一个。十块钱哪够啊？下把要是不充个一百啊，就基本上你是打不赢我了。你要说一百，我这把我在直播间，我跟你讲，就从我就是结束以后，我就动员我们家兄弟，我说别上，别上，别上啊！下把上老姨就赢一把，咱这把就指定不要赢。那强捂着摁着的，这还摁着拿着刷这些钱呢？就是，真是说啥我都不让他们刷，一点不撒谎的时候。下把就别摁着了，我控制不了他们了。这一天下把指定就不能摁着了，决胜局了，下把我得赢。对，哇，那我能再输吗？输了以后你还怒充一毛啊、嗯？就是一毛也是不够了啊。集体吧，啊，多充点是不是？集体你们就得怒充个一百，估计是有点，应有点够呛，也够呛。对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实力有点够呛。等一下子，说我吹牛逼这个。我是吹牛逼的那种人吗？啊，我得跟你学学这个架势啊！你这个就是说的还比较真。什么叫比较真呢？老姨，这把我是真的让你的，啊、你看我这真诚的眼神，看着我是真让你的。下把啊，好真诚，往下来眼睛。我下把不用再低调了，不会再这么这个心地善良，然后就是让着你了。好嘞，我知道。